109大唐官府，11000血，2300房，2400工，2200房，速度814次，速度也挺高，是因为无极别撑的。厉害，一点力量不加的大唐你见过吗？竟然还拿了剑会千兽的称谓，看完这属性，老王直接惊呆了。哎呦我去，剑会天下千兽，109级剑会天下千兽得带啥硬件啊？剑会一千兽得带啥硬件？109级内卷最严重的一个等级啊！这一群人他妈天天的啊，啥也不干，净想着怎么装逼了。原来有一个无级别就能装逼，后来大家都有无级别，他就带150的，大家都带150的无级别，他就带青花瓷，大家都有青花瓷了啊，然后他再去拿剑会三圣啊，疯狂内卷109啊，109大唐官府伤害2040啊，这个伤害好低呀 啊这大唐狗都不用啊。为什么伤害这么低？因为他一点力量都没加啊。这大唐官府除了力量啥都加了，而且没打临时啊。武器的话是150的无级别啊，打了红玛瑙给魔力都白瞎了啊。150的无级别武器再垃圾的属性，他也打完15弹宝石他也能卖成30万，然后有加魔力就30多万啊。这把武器属性都不用看，而且这把武器命中还可能爆的，命中爆的要再加钱。487爆3点嘛，1071除以3加487啊，844。1071除以3加487，844。好，844的一把150无级别刀，无级别帽子15段，腰带无级别15段，鞋子15段，鞋子15段真的有点白瞎了啊！你说你一个这么贵的鞋子，这16段得上了吧？敏捷54，防御92，腰带可以不上16，帽子得上16，鞋子得上16，项链破血神农啊，衣服丽奈高属性，全身的装备非常的酷啊，刀还是150的造型，帅。而且是九尾冰，而且是天青号啊，天青号加150无级别啊，这个就是卷中卷了，不给别人活路了。你说我是花瓶，我有实力。七伤害啊，七伤害，其中戒指还爆了5，我对他的宝宝有点期待了。性价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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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大哥，你是真的是该花的花啊，不该花的真不花呀！自己身上往死了倒上啊！宝宝全他妈是不能说是低保吧啊！但是确实跟你的装备呢有一点点不太匹配啊！这装备用个八技能的，这只宝宝幸运和招架。高神三个只能选一个，他应该是选择的是高神啊。咱不带马就算了，资质也这么普通啊。他的宝宝不是不好，而是因为他的装备好，大家对他的宝宝预期会比较好，尤其是戒指，这他妈一个戒指20多万啊。宝宝装备也他妈屌啊，宝宝装备竟然用59加血的，好家伙，9段宝石啊。大哥细思极恐，8段宝石，7段宝石啊，8段宝石和8段宝石，就是，难道咱们主要是为了打天地？天地拿着10段的灵石也太浪费了啊！来了，兄弟们，一样的加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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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伤害封印加速度，武装能用，法术伤害结果加穿刺，治疗加速度，双法术伤害结果，双法伤，一法伤，三法伤。好，这个灵石有用啊，三法伤，治疗加穿刺。雾爆治疗加穿刺，法伤加穿刺，哇去，舒服，屁话多，老板没亏。雾爆伤害加穿刺，3条都是物理系能用的东西啊。这个大堂他妈2300房，2400伤，2200房，这玩擂台恶心死人，后发制人能回血吧？差点被他一个宝宝欺负了，也不知道他神几次。
还带施法特效呢。还好最后一刀蒸汽按爆了，要不然他妈的让人欺负死了。嫂子没有掉得多。咱们是耐大堂，咱们是这个属性是为了跟那些啊大堂打。一万一千血，2300防，2400攻，2200防，速度814，速度也挺高，是因为无级别撑的。施法特效啊，帅，帅。单挑他就是相生相克的，没有最强的啊门派，只有更强的玩家。一，天宫挺高，大堂挺高，方寸。啊，挺高，应该是吧？他用一个心如明镜，让自己几回合之内抗风，然后。